开场3-1领先的女影族遭王楚钦疯狂追分，还打出另一波11-1。最后的女影族能否化险为夷？在长球打乱对方的站位后，果断撤身。王楚钦跟女影族，他们年纪相仿，是当今乒坛最耀眼的00后新星。在明确出台后，男选手的第一榜抢攻威胁很大。在出道之后，女影族的表现可圈可点，曾战胜过多位中国队主力。连续的进攻衔接非常紧凑，一个突然的插网，女影族没有调整过来。对方的这个弱点很突然，导致王楚钦脚下的步伐没有调整过来。现在的年轻选手，他们的衔接补榜都很快速，注重后面的相持。哇，漂亮！王楚钦的领拉有些勉强，质量出不来，被女影族直接反攻了。11-8，女影族拿下第二局。女影族的上手加了保险，速度比较慢，被王楚钦抓住机会反攻了。双方的速度接近，但是在力量上王楚钦更足。这个领拉非常大胆，直接穿直线。接住对方的旋转，快驶到中路。漂亮。后面的这几板进攻还是没有把线路打开，给了王楚钦站稳发力的机会。想要撤身的意图被对方识破了。女影族的正手并不是以力量为主，而是打这种弱点还有衔接。偷了一个正手的极长，有很强的隐蔽性。再把弱点调动开后，女影族方得不慌不忙。从实力上看，王楚钦更加厚实，但是心态还是不够稳定。最后的这个弱点确实刁钻，打到中路偏防守位。主动劈墙后，下榜的反拉早有准备。在连续控住后，从正手位突破。面对高球的时候，王楚钦的线路打得特别灵活。轻拖一把，并没有质量。又是发长球，给自己创造机会。王楚钦的正手勾了一个大脚。
双方现在的发球还是以正手短为主，都是希望对方去摆短。7-8，林允如再下一局，更加出色的控制能力，让林允如的上手有点困难。第五局的王楚钦全面调动起来，轰出了一波6-0。11-1，王楚钦拿下第五局。在调动开后，王楚钦的正手出现了失误。双方的防守上手的命中率都很高，大角度的弱点调动，王楚钦的上手弱点很顶，压迫了林允如的侧身空间。第六局6-6，比分焦灼。主动的劈长，下网的侧身非常及时，给到正手下网快带。一旦侧身打不出质量，正手的空档就很容易被针对。随着林允如的正手失误，王楚钦以12-10再下一城。王楚钦的正手就等在那里，只要林允如的质量不高，立马反拉。打到决胜局，对心态也是一个考验。在场次中变换节奏，让急于进攻的王楚钦失误了。一旦推到中台，王楚钦的这种力量优势就体现了出来。哇，漂亮，继续。在近台的摆数都很快，一旦拉手就很容易跟不上点。强攻一板后再请回到防守位，一个突然的插网出现机会球，最后是林允如4-3战胜了王楚钦。